他那么多个检查，但他就哐哐哐过十面门。他不知道是吧？他不是不知道，就是啊 ，sorry 啊。是故意吗？就是故意好吗？你认真点好吗？其实当天我就有点后悔，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应该去想想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是不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点点矛盾嘛，就让我们也磨合一点就好。我就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些好的方式可以沟通啊。其实你这个脾气吧就太急了，男人让着点，不管对还是错。魔都打卡，魔都就是上海，有100块钱，一百块，老公。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吃最多，花最少钱。哦，好香，尽地主之谊，我们请看。晃晃晃，很透明。哦哦，我想喝，老公。就是没钱哦。现在你们俩都不决定了是吧？我决定的时候，你们就别再提意见了。算了算了，我无所谓，你们决定。感觉我点错面了呢。我真吃不了，我吃饱了。以前谈恋爱就是转脸我就走了，还没走出门就一个电话把你追回来了，知道吗？那个心情是很低落的。就你老工作，肯定要面子，东北老爷们都要面子。我觉得那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老公算最好的了，最好的了。我跟你讲，你老婆把你已经给孤立出来了，直接把我人设做死了。拍得近的玻尿酸，女人美肤更简单。本节目由韩束红胶囊水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首席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官方独家购物 APP 拼多多赞助播出。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感谢合作伙伴 Healthy Care， 用心陪伴不简单，关爱家人奥士康。每周五12点会员版抢先看，加入会员重拾求生欲，拒解宿命题。其实你这个脾气吧就太急了。男人让着点，不管对还是错。你先门。哎呀，哎呀，阿姨，哎呀，哎呀，阿姨，你串门来了。哎呀，那。哎呀，你们在吃饭呢？对呀，你这个你吃三妹，你好，你好，和三妹，早上好，三妹，这是你看，嗯，这找你妈妈，你才多大了？对呀，七十啦。阿姨，请坐。对，阿姨请坐。好，来坐。你们这还没吃饭哈？那行了。嗯，对呀。我家儿媳妇我也喜欢，我跟我儿子说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他。对，我俩挺，哎呀，我们两个也差不多哈，就是这样说。我们家我俩挺投脾气，不是说不喜欢，我不细心。我跟你说，他我们出去旅游啊，我们那个儿子也很细心，他一定要到房间来看，妈妈你这个灯在哪里开，哎呀你冷不冷啊，像你啊。哎，那你这样说你也挺细心的，不是不能说痴心，那个就叫细心了啊。就是对呀，但是很少说肉麻的话呀，从来不说啊。你儿子会跟你说我爱你吗？会啊。哦，他不说。因为我爸都没跟你说过。好尴尬。叮咚怎么样安排开车的节目，然后应该叫那几个婆婆也过来。
Hello。哎，老妈，开下门。谁打门？哎，又有东西了，老公。相机。魔都打卡。不知道魔都打卡是什么意思？对，我赶紧回去。打卡，不知道哎。魔都，先找到魔都在哪儿？魔都就是上海嘛，啊，通常都是魔都。哦，魔都。你知道魔都是什么吗？我不知道。魔都就是上海。魔都就是上海，哎。对。打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打卡消费。对对，也不一定要消费，就是要过去看一下。去看一下啊。对。啊，打卡就是要每一个地方要拍一张照。这儿哎，有100块钱。啊？你只有100块啊？吃喝都用这个？那是太苦了。那我们昨天剩的钱不能用啊？啊？这100块钱要省着用。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我们要有时间回来，晚上可以在那吃个饭。100块了，没关系，你先有个理想，不得定个小目标吗？抓紧时间，走。高兴吗？高兴。我不认识路。你相不相信张静？我相信你。谢谢你给我给面子，知道吗？做很潮的人会戴这种眼镜，就是透明的，就可以不管在黑的地方还是不黑的地方都可以戴。嗯，对，看了不暗。你这个眼镜也是不对，对，是毛毛给我买的。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扭？我都觉得特别扭。对，我们看谁让妈笑的那个什么最开心，我就咧个大嘴乐就好了。妈，你得发自内心的笑。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个东方明珠附近嘛？啊，离这儿最近的有一个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我觉得可以先去最近的地方看一下。对呀，你觉得呢？可以。嗯，你好像有意见。哦，妈妈喜欢，我就喜欢。好，算你会说话。来看一下。那个金融中心，我们是在下面看，还是你们想去上面看？下面看要钱的吧，入场费啊。不一定上去看，就我们在楼下拍一下那个几个高层建筑物就行。门票的费用不在这个里面。啊，那去吧。那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啊。是吧？我们这个人啊是很现实的，要花钱我们就不做了。妈妈说的这个叫持家有道。持家有道，这个是持家有道。就是我也有点恐高。我那个上边那个，我虽然怕高，那个上边应该还可以看一下吧。只要它不是那种完全脚底下都透明的就行。只要它不是那种完全脚底下的透明的，只要它不是那种完全脚底下的透明，脚底下的透明的就行。啊，你好，欢迎来到光听阁100层参观室，李总。啊，我走这边。这个。耶，这边也、这边也是看得着吗？这样没事的，我来抱着你，没事的，老公。这不是说有事没事的问题，慢慢您请。我看这边看不着。这边看不着。这边看不着。过来，过来。我拍你。
没有，这里这里没有，这个是黑的，你相信我都是黑的。妈妈妈妈你转过来，妈妈你转过来，我拍你。你转站那边，妈妈你也怕？没意思，不怕不怕不怕。你笑得有点僵硬。不怕，你来吧。哎，不是，我们就这么就这一圈就完了，这一圈就没了。啊，这就是哥伦比亚。对，他就是这些，就完事儿了。我还以为你得带我们去哪儿。主要是看水下是吧？他有点后悔了，没好好走。就这么走一圈啊？走啊，走啊。不是得给你拍照吗？我跟你讲，你都没笑，咱俩就……老婆，啊，我饿了。饿了，没钱。哇，你们好，谢谢谢谢。这个猫，来吗？来吗？咱俩都比个这 pose。你可以再低一点，就有层次了。你可以往这么来呀。我瞅这儿，这怎么是哪只眼睛啊？我告诉我是哪只眼睛。你好，我是黑帮的黑帮小，特别喜欢你。哦，来，谢谢。来。谢谢，谢谢。朋友可以给你拍一张吗？啊，可以。本来我陪我妈和我媳妇儿的，你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这个小孩太好玩了。我跟你说哈，我问你开了嘞。我说开了，你爸好，我爸好。我说你不喜欢他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我不喜欢我爸爸发脾气。我不喜欢我爸爸发脾气。哎呀，其实我会想，为什么要这么计较自己的那种想法？那干嘛因为赌气让另外一个人受伤害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计较？但其实想想好像真的没有必要。那谁喜欢呢？我也不喜欢我爸发脾气。他还要责任感的，出什么矛盾啊，他也希望可以解决问题。我们以后就是属于会越来越好。其实下着这种雨的上海，我觉得更有上海的、啊、上海的情调。咦，老公开门，你觉得很浪漫是吗？阿宝油炖呢？你的表情呢？你妈表情是？你要打了，我不打。啊？我不打。你头发又是塌了，我跟妈俩打，你打一个。不用。哎，我也不需要，我有帽子。我也不要，你打吧，你这头不行了。对。别打柳了，该。走吧，妈，咱俩打一把伞。来，妈妈。你打呀。我不要。我跟我老公雨中漫步。耶。虽然我们出发的最慢，但是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今天一定是大获全胜，吃最多，花最少钱。你快点哦。
等一会儿，我今天穿这个旗袍不能马虎了啊。哎，怎么一个，你看又一个上厕所了，一个去弄墨镜。你快点哦，他我们两点钟再出发，晚了两小时了。马上就好了啊，不着急啊。我们来不及了，妈，我们人。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来拍照。我们拍照，拍完照，然后就准备出发了。去拿个沙子。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快快快快！快，放我快，放我包里，放我包里。我们已经迟到很久，这样的话，人家已经比我们先玩了很多地方。你要有信心，去的晚，然后也能打卡到很多好地方。是。我记得我第一眼看到他，因为我们是演话剧嘛，然后我记得他提着箱子进来，我第一眼看的是，天哪，这人怎么感觉比这箱要大一号？第一眼见你邋里邋遢，你真的好像胡说八道啊，我哪里邋里邋遢？那时候就穿了一个大羽绒服，然后没有大羽绒服，没有，我那时候是染的绿色羽绒，没有，我那时候是染的绿色羽绒，满头都是黄的，穿一个绿色羽绒，那是日系，然后。哦，就这个大场面哦，大场面，好厉害，好厉害！在哪里买的？哎呦，等一下，哇，美味大场面25元，怎么办？哎、好贵啊，好贵啊！看你脸啊、哦，你去商量，问一下。老板在哪里？老板，慢慢这个，你认识我是谁吗？你认识我是谁？可以不理我，阿丽，你头发那么好看。我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靠我这张老脸，靠我这张老脸，不同意啊！我看一下啊，那要不就吃吧，好像后面省一点、哦、也行。来了来了就买一份菜，否则你来大肠面没吃到大肠。好吧好吧，那你也打包吧。我打包一份大肠面，谢谢。我那25块，对吧？26块啊？为什么？啊，盒子钱。啊，盒子也要1块钱啊？对。啊，你这个人，哎呀，我们又少了一块，你这我就100块钱、啊。那我能要少一点面？你对你少一点面，我谢谢，你少一点，谢谢，对，我就。谢谢，还蛮香的，是吧？香。欢迎所有来上海的朋友都来尝一下。我要忍不住了。啊。看到没有？好吃的呀。哎，卤的非常香。很香，很香。哦，好香。哇，我不太爱吃大肠的人，我们还想找，我觉得爆好吃。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要找一些我们必须要去的，对对，我们必须要去的。哦，我想喝，老公，我能不能喝？这什么？哎，25块呀！茶呀。珍珠奶茶，对呀、啊，但是都要20几块呀、啊。20几块，没事，咱有钱。喝什么呢？你喝了就用了22。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那就是白说了呗。哎呀，我想，这里真的好多吃的，上海真的是，你要吃什么都有。现在就是没钱。妈妈喝什么咖啡来着？我什么都不喝。我什么都不喝。啊、什么都不喝，不喝对呀、啊，什么都不喝，不让进。那我还敢喝吗？那个也是要28，没有便宜的，最少二十八块，28块。你们两个喝吧，我不喝，那就散了，散了，对、啊，算了吧，嗯，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啊。哎，我们没事，我们没事，我们进来看看。我没钱，丢脸，丢脸，丢脸啊！我是觉得哈、啊，老公，粽子如果不去的话，我们从这里往那个方向，因为那个有一条桥可以回去了嘛，对不对？其实哪儿都有桥，3座桥呢这儿。不是，那城隍庙那里还是可以去的，很多小商品那种城隍庙。拿好吧，拿那个阿姨排骨年糕和点点呀。城隍庙那边也有很多小吃啊。我知道，我只是想去打卡。你现在下雨，拍照也不好。没有，我的意思是这样。但当然，你们不想呢，就不要去。
哪有还就是盛碗面碗。好，你要去了，对不对？那再不去其他地方了。是啊，盛碗面那边还是有很多东西啊。啊，老公。我无所谓，你们决定，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哦，现在你们俩都不决定了是吧？现在你们俩是不是都不决定了？等我决定吧。好。那我决定的时候，你们就别再提意见了哈。好。好不好？小薛啊，蚂蚁传统粽子。好。人都是个体嘛，长期在一起住，那可能会就慢慢就有矛盾。两样让你去选。没宝石，听起来是卖宝石的呗。听起来像一个卖宝石的实体店。咱就是见识见识，开开眼呗哈。师傅，我们去红宝石吧，我们去拍照。红宝石部分产品八五折了。这个吗？是买面包的。原来红宝石是一家蛋糕店。这个店应该是装修的挺精致的，就是最有名的应该都是真品吧。戴那个首饰呢，红宝石是吧？没有之前的吧，我就红宝石了、蓝宝石了什么的，我都有那的。我知道那是专门做首饰的。请问红宝石的这边最有名的是哪个蛋糕啊？鲜奶小包。鲜奶小包。看起来很新鲜。啊，这个看起来好，买两盒吧。去。Hello。Hello。你看看你们在买什么？哇，他们是很有特色的。对，他们买对了，买对了，就好吃。我们就跟他8.5，连分一半算了。一起吃会更快，更开心。对，我们吃不掉。那总共17块。那我给你一半的，已经付钱了吗？对。都是全部付的。为什么？啊？你买东西不付钱啊？你不是上海人吗？对，我到上海来，你是不是要请客？对呀。因为要尽地主之谊的呀。尽地主之谊，我们请客。他比我还狠。我本来说，不是一人一半。我本来说，17块，对不对？哎呀，尽地主之谊，15就好了。1、2。告诉我下一站你去哪里？下一站我们去那个汤包馆。啊，好。那个我们把车先准备好，一起走。对。在建国路玲珑坊，那是你兄弟开的店吗？对，算认识，但是真的好吃的。谢谢冯小龙，走。哎，咱要跟那个上海人一块儿不就行了吗？对呀。师傅，我们去建国路的玲珑坊小笼包。你们吃了几家店？2-3家。因为我觉得是这样，比赛一般是最后有两种结果。一看你去的地方谁最多，还有说谁手里的钱最多，所以说我们只要保证我们比他多一个地方，然后手里的钱
还比他多一点就够了。然后我们再跟他吃小笼包，我们就跟定他。哎，对。然后我总是比他多一个。如果说晚上真的有打卡，比谁打的多、打的少的话，我们至少不会是最后一名，对吧？你太聪明了。这样的我们也不用太累，反正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们少打一个卡。张文硕他们是不是已经到店了？然后发现我把他们甩了。他说：“小笼包店，元春姐。”关键万一他们没找到小笼包店，会不会觉得我骗他们？有可能，结果去了小笼包关门了，没营业。袁成杰这个人，把我们忽悠了，他人去哪里了？我会不会被他给套路了？然后他把我们骗走，然后自己去吃别的了？在路口等一下。袁成杰，袁成杰，袁成杰，袁成杰。如果他们真的找到那个店，报我名字，好吃。我觉得老板一定会帮我买单。有时候话不要说的那么大，就看他们敢不敢。我觉得啊，那些服务员应该还认识我。嗯，好喝。你认识我是谁吗？你这样自我介绍一下呗。我是林依轮。哎呦，太有机会，我能认识明星。真的，我。树上听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它在对我欢叫。就我的歌。哦。听过吗？听过。爱情鸟。啊，对。嗯，没事，今天飞到你这边来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我想想都有。保养的好吗？嗯。嗯，好吃好吃好吃，来，好吃。你这样好吗？不好是吧？那我说真话，我不是林依轮，开玩笑。那我真的说我是谁？你有没有听过？我叫袁成杰。你到底几个化名？那这你唱一下那首歌，看哎，就我的成名曲，对不对？我的成名曲。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哦哦哦！我真的叫袁成杰。真叫袁成杰。啊，袁成杰。袁世凯的袁，成功的成，杰出的杰。哦哦，袁世杰，袁世杰。袁世杰，袁世杰。我们走吧，你就好好介绍吧，别扯那么多。袁世凯的袁，成功的成，杰出的杰，他叫袁世杰。你好幽默。走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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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新的名字，袁世杰。袁世杰，袁世杰，我叫袁世杰。好，可以，走。我感觉他们如果真的去找了，那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已经吃完了。我们过去。可能他们已经买单走人了。妈，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被袁成杰反套路了，完了。他原来是把我们支过来，让我们浪费时间。他告诉你在建国路什么地方，他可以免单，你不想想吗？哎，只能说山东人太实在，说啥信啥。我跟你说，别丢人了，别问你要，咱走吧。你们吃完了吗？呀！你们吃完了吗？我们还吃完了啊？没吃呢。吃完了，还没吃呢，等你啊！还没吃，还没吃。对，我们走错路，绕了很多圈。刚到，刚到，因为太难找了这个门洞。我们都已经吃过一个咸肉菜饭了，他们还在等我们。哎，笑死我了！你各种怀疑人家。我们点两个小龙吃一吃。好，对不对？点纯蟹粉小龙，好吧。我们一共100块，你点个99块了吧？天哪！没有，你请客，你说了算嘛。那好吧，咸蛋黄和蟹。行。我们作为上海的东道主，要请你们吃一下。好，谢谢，感谢。哎呀，来呀，来呀！来了。这个是那个
蛋黄的，这个应该是纯鲜肉的。你看它的皮薄到什么，就像窗户纸一样的，看拎起来之后，你看杠晃晃，很透明，这个皮就特别薄。小心小心烫，烫的哦，嗯，当心点，咬一个小口。咬个小口，很烫，然后把里面那个汤慢慢的吹一吹，哦，然后要吸出来，否则吸出来之后，然后用刚刚那个醋汁，通过那个洞，对，把它给放进去，那个洞放进那个洞里面，然后再一口把那个整个吞掉。哇，原来吃小笼包是这样子，要有这个过程。哇，还是这么鲜，我很喜欢姜丝对。走了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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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袁老板请客吃笼包，也就这一次了，没有下一次了，好吗？来吹一吹，拜拜，来吹吹，拜拜拜拜拜。三，二。这个油桶就是当时那个网红打卡油桶，这就是和平饭店，好不好？传说巴金曾经在这住过，知道巴金是谁吗？是个作家。是个作家，哎，对，作家。还是有点老味道，其实这种感觉挺好的。这个是1930年的时候建的。我觉得你得把妈和我们俩拍出1930年的感觉。穿这身啊，我试一下啊，看能不能自拍。我们还得摆出那1930的感觉。来，来啊，对，大家闺秀。不是你太太，你夫人。摆出1930年的感觉。一二，电箱拍得特别清楚。哎，啊！我的是你粉丝，我是钢，我是钢粉，我是脑残粉。可以吗？这俩粉比我严重很多。可以理解，因为你是他爱人。对，我是脑残粉。吃口东西，快快快，咱抓紧时间。看有啥吃的。我的天哪，死贵！哎妈，太贵点了，没钱。有钱，听你的。啊，你好，你好，你好。你看你们要吃啥？快！你有钱吗？哎呀，快点！我就随便，我。这有主菜，意大利面吗？你吃不吃？我要牛肉面，不要意面。你吃这个的是吧？还是这个的？嗯，我就吃了就把饭，不吃其他的。快点吃，吃完我们好走。我也吃。嗯，我们走了。好，你们坐吧。妈，咱找个地儿坐呗。我觉得喝一杯白水就可以了，就100块钱。点两个孙安玉牛肉汤，一个意式肉酱面，然后两个黑胡椒牛柳意面，也差不多了吧？是吧？一共消费370。哦，好，那么多。哎，不能买多少？啊？100。昨天还剩了200多。哦，人生倒霉。对呀。那你不怕明天没钱用啊？明天再说明天的，先把今天过去。给。这什么？好像感觉我点错面了呢，那咱俩换呢？不换，还是这个好。嗯，那个意面我觉得可能。你吃这个，我吃意面，正好我没吃过。你吃，好烫，我不吃妈，你先吃。你先吃那个，那不是，你先吃。他吃的不是这个，我吃的是意面。你吃的是番茄的哈。嗯嗯。什么？老师，我感觉我点错了，可以换吗？让他。那给你这个，我吃那个，我都一样。是吗？我吃那个意面呗，我也没吃过。你就吃这个，我这个适合你口味。我已经习惯了他这种点菜方式，每次都是。不是老，我真的。我们点一样，然后他点他那个，等一上来之后，他就觉得我们的好吃。每次都是这样。
会挺好的，是。早知道刚才少点了，多省点钱。但我真吃不了那么多。行，吃剩我再吃。杨叔，给你转过去一半，我吃不了。我也吃不了这么多。我真吃不了，不是。我都说了，你吃剩下我再吃。啊，那行。每次都是这样。你这一句好话从。我觉得他其实那个要换一句话说，我就不会，一点都不会。他可能哪怕是笑着说，我就有一点点小委屈。我们家基本上就跟四个孩子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糖是我的，你非要拿过去吃，就有点不高兴。但是关键就是嘴贱，心里都不高兴，你非得把它说出来，你说一遍就完了呗，还得非说三遍。饭量肯定没吃饱，不是我吃不太爱吃鸡汤，所以我吃一点点就饱了。没事，一会儿回去饿了我给你煮饭吃。嗯，你看，没有，我俩没吵架，就是这个方式，吵架不是这么吵的，要早急了。我不搭理他。走吧，走吧。等他喝完汤啊。我心里我在想，我还没吃完呢，我啥都没吃，我就喝两口汤，而且汤还没喝完，你说走？走。饿没有？没有，气饱。气饱了？没有。那你把气儿放一放就好了。啊？你都不吃吗？好烦呀！你干嘛呀你？把你顺顺气儿放出去。放不出去。你要放的时候，然后我跟你说你得。跟大家伙说一声，真放不出去。你不能把报复我一个人的行为变成报集体行为。放不出去，他哄你就不会是一本正经的那种来哄你，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觉得你像刚刚那个事情没有发生一样。如果你接受了那个状态，他觉得嗯，你原谅我了，我不需要跟你说，哎呀，老婆，对不起，就不是我们女生想象中的那种所谓的道歉了，他就不是，他就会找一些东西，只要觉得哎，
你跟他搭上了，好，没事了，他不生气了，他就会是这么认为。嗯，你一会儿争取拿个奖，你现在想想准备一下获奖感言。还是妈妈很细心，真的是。我当然我老公也很细心，今天非常开心，真的是。其实妈妈只要你跟我们一起，你去哪？对呀。那我们吃了好多东西，感觉。生煎包、小笼包、奶油蛋糕、大肠面。大肠面，哇，我们吃了好多，这么多才八十几块钱。你闭眼睛，我也闭眼睛，看到吗？啊？你俩很享受那个样子，你坐着。叮咚叮咚，大家好，我是李叮咚。李叮咚，欢乐的休息时光，味儿的晚饭。接下来，请各位老公到45楼。我，请各位老婆们到46楼。啊，老婆到46？是吗？是老婆吗？我刚听了两个老公呢。请坐，请坐，来，谁喜欢坐那个凳子？你们坐，这个是我的家，我住，我就没所谓。咱们有一个特权啊，就是咱们聊天他们看不见，但是现在呢，他们聊天我都能看见。哦，那快吧，我们不想聊了。但他们不知道是吧？他们不知道，我们来听一听啊，他们在一块聊聊我们，他们会聊什么？来，来，喝一杯，谢谢。哎呀，辛苦啊！你们今天苦不苦啊？啊，我们今天好累。哎，我想最想问的是事情是，你们花了多少钱？一个个说，你先说。你先说。我们家把昨天剩的270多都花完了。你把昨天的200多花了，还加上今天的370。300呀，你们他们不给我花。对，我也是啊，我是连带都不让我带了。我老公偷偷用的。啊，是你老公偷偷用的？那他买什么东西？牛排。意大利面。啊，那么贵呀，意大利面。哇，你们三个很幸福哦。啊，很享受啊，今天下雨一天。我就吃了一肚子气还。啊，是什么事？来告诉我们。你老公呢？肯定你敢生你婆婆的气吗？来说一下。我当时就是我说你没那么多钱，他说你不用管了，就让我进去坐着，我就坐那了。完了后来面上来之后呢，他就说我，哎，我说看着挺好吃的，我只是说看着很好吃。说实话，其实我真的对西餐不感冒，对吧？
那我婆婆说你吃吧，我说不用了，我说妈你吃吧。完了以后，完了我老公说，说你每次都这样，别人点的你都觉得好吃。我的老公怼他，不是我就是我就爱嘟囔嘛，我嘟囔两句，我说你总是这样，就每次我你点完了之后，然后总吃我点的东西，他就瞪我。我也经常被老婆瞪啊，瞪完就完了。我也回瞪他呀。啊，这就有矛盾了，这就升级了。我也不吱声了，我也不想说话，人那么多。好，我就闷着喝，喝完我，他说走吧，我还没吃完呢，我还在喝汤呢。他说走吧。那我也会生气。那婆婆呢？我婆婆就打圆场喽。婆婆也很尴尬，我觉得可能婆婆当时很尴尬。你道歉了吗？说了句对不起。我说完呢，她原谅了吗？没有啊。你老公不对，对吧？他把气氛弄得太尴尬了。我跟你说，我接受不了男生这样。我觉得男生还是要稍微再温柔，对，温柔就是这个，一定要温柔，特别是在有妈妈在的情况下更要温柔，因为。所以我觉得就你老公做。我跟你讲，我就回头真想看你跟你老婆吵架，我看她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我觉得她不是和事佬，她是在挑拨，你不觉得吗？她把事态升级。啊，你们家还可以这样啊？哇，这种男人，我跟你说，我最讨厌这种男人了。你知道今天我也有事发生，我在车上，我们要讨论我们今天去哪，然后我看那个地图，我很想去那个什么田子坊，田子坊布告里。后来呢，司机哥说啊，我们要回去，我就想那不要去了，我们去另一个地方。然后呢，妈妈就跟我们就一路在说，那不是去那个呢，那去那个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转着头说，老公你觉得，啊，到我了吗？那我说你们就别说了好不好？然后我们就说好吧，你说吧。然后我们就没说话了。哦，原来他还有带生我的气的，我以为他对婆婆说的有意见呢，他对我说的有意见，原来是。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很生气的话，我不能出声的了。嗯，因为以前我们在拍拖的时候，我都会说一些很狠的话，哦，真的狠到一个地步，就是分开的那种。哦，后来呢，就是他跟我说，要是你不停的这样说，说完了，然后把我们的那个爱情就把它弄裂了。再念不回去的了。有一次他送我去机场，真的让我走了，我以后就不敢说那些话了，给他教训过了就不敢了。对，这个要冒很大的险。我觉得我就是他说分手，我说好就分手，你要收拾行李我帮你收拾行李。但如果他真的冲动然后分手了，那就分手了。如果就后来想还是有点后怕。好，那你呢？啊，不，哎，肯定有了，你看，肯定有了，你看，他就都这样了，想哭了是不是啊？啊，不要哭，不要哭，我已经哭过了。这么大的意外吗？其实没什么，我觉得挺小事，你知道吗？因为在这个洗手间，我们洗澡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相机吗？嗯，然后我已经挡，然后也可能有一个我挡的不好。嗯，可能会穿帮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有点脾气，然后态度有点不太好，对，他想保护你。对，我觉得他是在乎你还是保护你？没有，是他洗澡的时候，他可能在想你之前是不是也没有挡好。我真的是觉得会这样，但是他说很难听的话，说我懒了什么的，我说懒得盖呀。他其实可能觉得这是他吸引嘛，吸人。私人的这个，对，我能理解。然后我说，哎呀，春棒就春棒嘛，你的身材那么好，怕什么？丽萍姐啊，她毕竟是国外那个成长多，她觉得一个男生身材又好，如果稍微露一下，没什么大不了。我没收腹嘛，主要原因。他一直在纠结收腹。你知道吗？我在厨房。
给他准备做早餐，然后他一直睡觉，然后我听他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他说，哎呀，你叫你婆婆出面去骂他。我跟我婆婆说，今天我上午跟你睡，我不想跟我老公睡。其实我觉得你今晚上跟他睡，他肯定会跟你道歉的。刚才我们回去，他道歉了。啊，他有道歉。他道歉的时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我说，那你道歉就道歉吧，为什么还要说呢？但是已经很好了，哪人愿意这样子做？你两个人自己吵架，我觉得还好，有妈妈在，老公还是要忍一忍。对，而且老公要会平衡这个东西才是对的。嗯，所以我觉得就你老公做。你的老婆呢是在调解，对，你的老婆呢那就是在搓火，搓火你知道吗？你刚给调好，这又给搓成那样。那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老公算最好的了。你太嘚瑟了，这个真的是没有问题，知道吗？我就哎，我跟你男生同步，我好想看哪天他们吵架。我真的跟你们说，我就觉得你们刚说那些，怎么为什么在我家没有？我跟你说，你说这个我都生气了。这没有问题啊，是啊，你这样太气人，你这很这以后你很难在这个群体当中生活下去。我跟你讲，你老婆把你已经给孤立出来了，直接把我人设做死了。他是属于那种任何事情啊，他都能淡淡的跟你聊，他好理智啊，我就没见过这么理智的人，超级理智，他不会发飙。我听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不停的让你拿东西，你也会不停的拿给他。为什么这事你都知道？啊，那个人是你啊？啊，你也知道是吧？我听说过一个一个故事。他呢，美其名曰说这叫增进互相的交流情感，因为觉得我不理他，他就这样一直叫你，就会有互动嘛。所以我才知道你老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老公说实话吵不起来，跟他吵不起来。我记得我跟他吵过最凶的一次，就是他开着车，然后我坐在车上，我们俩意见不合嘛，然后我就直接开车下去了。啊，你好任性，我觉得你这种太任性了，还不安全。因为他一直就我很生气了，他又不哄我，他也不承认他自己错了。那你说我在那个空间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我又改变不了，那我就直接一开车门就冲出去走了。然后但他又不可能汽车走，所以他就开走了，然后我就一路走回去，边走边哭。我觉得我好像在拍 MV 哦，就像在演偶像剧，你知道吗？他又哄我，他又承认自己错了，倒车下车呀，边走边哭。然后到了晚上，大概好像过了一两个小时，哎，有敲门声，我知道应该是他，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就不接干嘛的，我就不理他，也不开门什么的。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我们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呀，那个姐姐很可怜，他说一个艺人哦，就这样坐在路边哦，就是喝了一点酒啊，就觉得在那里感觉很郁闷。他说你究竟把他怎么了呢？然后后来就因为朋友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可怜，就这个事是可怜他而已。对，然后我就想说他都来找我了，我的心也软了很多，然后我就下楼，然后他就过来，然后我们就把事情说了，他跟我说对不起啊，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谈恋爱那会儿是这么哄，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好吗？现在我真的。那以前谈恋爱就是转脸我就走了，还没走出门就一个电话把你追回来了，就你知道吗？老婆我错了，我求求你，就这种可能我们就好像过不去哈。但是后来他说你都成我媳妇儿了，我也不需要，不需要哄你了是吗？我不知道是他们要面子还是怎么样，肯定要面子，东北老爷们都要面子。果然一个人搓，轰轰轰。我觉得咱们俩一定不会成为好朋友，我跟你说，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老婆。你老婆绝对不能跟我老婆在一起，她天天就会把你老婆指导的，就是以后怎么来整你，怎么治你，知道吗？治得服服帖帖的那种。每个月你知道吗？那有点心机不好了，他马上都，哎呀，我抱你老婆，我在了，给你安慰你啊什么的。然后他现在知道啊，你应该大姨妈来，我告诉你了，你现在脾气会这样子，你要多注意一下。我们之前我说，老公，你知道我这个时候，对啊，控制不了的呀，女生就是多温柔一下，多关心一下呀。他现在的，哎呀，不耐烦了，变懒了。对呀，就是。
太难受。我觉得你要好好跟他谈一谈，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有时候觉得他不会听我，你知道吗？他不会听你的，不就是应该听老婆的吗？哎呀，我跟你说，因为在我世界观里啊，反正只要女生哭了，就是你不对，你也别闹了。嗯，就回去说得认错，是吗？就不管她有没有对错，反正她只要哭了，就是你问题。哎，但我老公婚前婚后一样的。够了，老婆，不能这样了，在这儿已经很难做人了，不要再表扬我了。我是我老公的脑残粉啊！真的吗？就啊，老公你怎么都帅，老公怎么都好，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我老公帅气，那个是大家都知道了。身材还好，还会打，你知道吗？以前拍拖的时候，他所有戏我都会看他的剧本。我说怎么那么多戏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吻戏的？对，基本上不可能有这种戏了。不，从外表来说啦，他懂得打，他懂得跳舞，他唱歌也非常好听，真的是非常好听的那种。你是脑残粉，我觉得他唱那个死啦都要爱，哇，厉害的不得了！每次他一唱，我就这样。然后啦，剪片也很好，另外他的脾气也是。确实是好的，因为他有爸爸的基因在里面。连爸爸都夸了，对，连他公公都他都夸了，对。然后呢，他也会很爱护他家人，那个是我很欣赏的。他不只爱他家人，也很爱我家人，而且他所有我以前的过去，他完全的可以接纳，而且我说回去我以前的那些事情，他都完全不会有一些什么眼光去看我，反而他完全的去保护我的那种，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他的，你明白吗？真的是完美的一个男人，真的是完美的一个男人。哇，好幸福啊！我脾气没有我爸那么好，但是我可能相对来说。我的比较了解他，就是我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还是闭嘴吧。就练打的出身的，怎么可能脾气那么好？所以到今天，我不管是大事小事，我必须要问他，就算他不知道是哪一样东西，我觉得。有他来帮我分担，我不用有压力。嗯，这个我老公是这样的，我老公什么都懂。终于夸我了。什么可以懂做很多东西啊？哎呀，我老公挺聪明，又帅又聪明，而且他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喜欢在外面玩，然后很顾家，对小朋友特别好。除非他有时候他的个性有点激动，对吧？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也挺爱我的。有爱就可以了，有爱可以接引所有的过错，你知道吗？对，只要有爱，什么都可以。对，对，真的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期待人家去改变。然后你自己好好的去尊重他的那个感受，男人要尊重女人要爱嘛，然后呢，他就懂得怎么去爱你，他肯定会懂得。有些事情不是说我对还是他错，是可能。可能他需要那个东西，我懂了，谢谢，真的谢谢。我今天跟你聊，我真的觉得，好像心情好了一些。那就好了，来，来喝一口水，喝下去，喝下去了就原谅他们，幸福下去。对，女人帮助男人的嘛。对。大概看完了媳妇们的想法啊，是个什么心情啊？女人聊的这个看法我觉得都差不多，对错都没有用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去处理，它才会效果才会更好。但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就现在就不聊这些，就不跟他去正面的去冲突。我看下来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好像没听到他吐槽我太多事儿。嗯，都表扬了。你发现没有，他一到别人那他就特来劲，你知道吗？对。然后一说到他的时候，他就哎，我觉得你的问题，哎，你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他叫搓澡工，知道吗？专门给人家搓。刚才他们聊的这些呢，我是不断的听了。
所以你刚才说我们很少听女人去谈他们的感受，我是听了很多，因为我媳妇儿一直不断的强调，女人是用感受去走第一走线的，男人是用理性去走线，不管这是对或者是错，当时我有这个感受的时候，感受先走。因为我老婆吧，她不是个理性的人，她是有一个情感设想的人，她是觉得男人就是我应该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然后但是如果你不那样了，他就比较有感，比较敏感，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法说，我现在真挺懵的。对呀，要干什么办啊？哎呀呀！啊！拍得近的玻尿酸，女人美肤更简单。本节目由韩束红胶囊水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首席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官方独家购物 APP 拼多多赞助播出。拼多多，拼着买更便宜。感谢合作伙伴 Healthy Care， 用心陪伴不简单，关爱家人奥士康。本节目由懂 SUV 更懂生活的全新 Jeep 指南者赞助播出。对呀，要干什么办啊？哎呀呀！啊！我没说啥呀！哎呀！我们刚才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不会吧？哎呀呀！站远一点。你说啥？我们这段咱们说。我在门口听见了。没有，你一直在背台。刚才拍的全是你后背，你下次的时候你对着机器好吧？我没有。说你们说了些什么东西？我说了什么？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什么也没说。你有没有说我什么？我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一句没有，一句没有。真的吗？啊，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妈妈们好！哎呦呦！欢迎欢迎！妈妈坐，您坐您坐。对，阿姨你们往中间坐，你们往中间坐。你来吧。哎，我这儿挺好，我谁也挡不着我。今天晚上把大家聚到一块儿，没别的事儿，主要是想给大家颁个奖。颁奖。对，但是这个奖呢，不能都给，就是咱们四家只能给一家。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严肃认真对待，好不好？因为这个是我们这个最爱啊，第一次这么至高无上的一个大奖。这么厉害？哎，就第二天而已啊。当然啊，这是我们全家庭的付出啊。哦，对。对吧？然后，那我们这个怎么评呢？就是要今天一整天你们拍过的所有的照片，每家我们只能选一张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家庭摄影大赛。赢的这一家呢，所有的女生可以集体去做美容。哇！还做 SPA 吗？就是妈妈和老婆去做美容。男生呢？可以给额外的经费，出去放风。哇哦！哇，拼了老命了呀！拼了老命了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要找起来了，我刚刚要多拍点，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哦。这个诱惑太大了吧！我们不找了，等他们找。他们我觉得压力，他们更想去，对吧？来，那我们这样啊，来。我们呢，一家呢发两张，只有女生有，女生来投票，决定今天谁家的照片拍的最好。他是拍景还是拍人呢？就是整个都要比的。你他这个是要全方位考虑的，景人物。哇哦，这张是最好的吧？肯定选妈，妈的那张好看。对，嗯。这两张我看脸，你把脸打脸都行了吗？我看你真的脸都一样对吧？你脸是 OK 的，你脸你相信我脸都行。另外一张脸也一样的。那我你看我们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的？从一开始吗？从没有一开始，从
你喜欢哪个就行。你觉得你看那个？你俩经常拍大片，你肯定知道哪个好。这个。就这个吧。我觉得三个人的好些吧。我觉得不三个人也好的，妈妈一个人也好。哦，我觉得是三个人要好。我觉得我拍你们这一张，我觉得特好看。没有媳妇剥鞋。拿老公，我觉得那张也是挺好的，你觉得呢？挺有霸气的。不好看，一个人光是婆婆不行。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妈妈。你一个人嘛，要三个人的嘛。我们三个人有没有啊？我觉得三个人那个，只要三个人，我觉得有三个人。好，那就要这个。对呀、啊，我觉得三个人的，那就这个吧。三个人的，这个挺轻的。好，我们可以了啊！来，接下来我们全场现在把自己选定的照片定格在相机上，我们现在开始评审。我们现在展示的是一号家庭伦硕家的照片，请欣赏。啊，美术馆，美术馆啊、很有艺术感。哇，哎，这个不错哎，特别是那个阿姨那把伞，对，有一种中流砥柱的感觉。可以，这个有想法。好，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二号家庭静哥家的照片。要注意他的老婆是很调皮的啊。我戴上眼镜啊，我看不清。我主要是看你们三个人的表情。你看，很专业。好俏皮，对，好可爱，美女分，你都是被逼的，你。还放大，他要放大，感觉好严格哦，他们。我说他在看虚没虚，焦点虚没虚。啊，这是技术流的，这边是情感流，要看表情。这边技术流，看有没有虚焦。OK， 好，来。接下来啊，杰杰家是递交的一张我妈的单人照。哎呦，喂，感觉好夜上海的感觉啊！不错，还有一把伞。我觉得那把伞很漂亮，和旗袍很对。他这个非常是优雅，你看嘛，哎，穿旗袍优雅，哎，颜色配的挺好的，好美耶。能拍成这样已经很可以了，模特他很好。芊芊，我觉得你跟你婆婆长得太像了。啊，真的吗？哎，你别说，你们两个人就太像了。啊，真的吗？有没有他像他女儿？我根本就是外来人。我一直觉得我遗传了什么呀？你们跟我们家情况一样吗？你也想妈妈？对呀、啊，他说就像一家一样。还好，我老婆不像你妈，不像你妈。开玩笑，开玩笑，我妈年轻的时候很火辣的。你老婆也像我，那就不行。其实我这个人吧，也没毛病，就是眼睛小点儿。来，我们小杨家的啊，小杨家这边来，请给这边评审第一个看啊，按顺序来啊，来。哎，这张也挺好的，拍的是我妈妈和我老婆，还像姐妹啊。谢谢，这个我喜欢听。哦，这就是进去的那个地方。对，远看可以，细看全是褶。不是，你们俩衣服也挺搭，都挺嫩的。今天我们仨都很搭，好吗？对。都粉粉嫩嫩的。好，现在大家照片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对。究竟谁的家庭在镜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幸福和美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呢？接下来将由各位评委来正式投票了。记住，不能投自己家的，只能投别人家的。现在投票开始。我投他们。哦。我投好了，我也投好了，我也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唱票，气氛顿时紧张，还要配一点那种紧张的音乐，噔噔噔。第一张我就碰到了难题，就是谁能帮我来解释一下，这是投给谁的？
所以这张是投给谁的呢？哦，他们投的，投给我们家的哦。所以靖哥家。接下来呢，这一张票投给的是很有型的毛毛家。毛毛家，靖哥家。好了好了，我们俩家没什么机会了。妈没事，咱们睡觉。在房间咱睡觉，睡美容觉一样的。我们出去不了按摩，我们在家自己按摩。但是呢，也不要太早的沮丧。哎呦，因为接下来呢，这一票不是投给他们两个家庭。哦，这一票投给的是小杨家。啊，又没有一票。接下来一票投给的是毛毛家，没戏了。毛毛家三票了，但是有但是有但是，这一票掌声送给静儿家。哎呦，哇哟，三三一对不对？哇，最后一票了，最后一票。这一轮家的儿子又帅而且又强壮，他不是被打了？没有，是不是男人？好吧好吧，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了，那得到这个奖励的还要赶紧抓紧时间出去。啊，现在就今天啊。啊，今天那是一种惩罚吧，这是一种那是一种惩罚吧，这是一种。我不要，求你不要锁死我们家，我求你啊。节目组帮他们安排到外环外最知名的按摩店，好不好？我觉得最好的按摩师是在浙江，来回四个小时。我们那张照片特别不好，一点艺术成分都没有，还虚了焦点。忘了告诉大家了，我们已经把美容师请到了我们酒店里。啊，那没关系。可是出去的那个怎么办呢？你是不是男人？就算不想去放风，也要去出去吹风。出去吹吹风了，到海边黄浦江的江风吹一下吧。OK， 来，然后我们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票给到的就是啊啊。啊先吓他们。然后我们最后非常关键的一票给到的就是毛毛家，毛毛家。恭喜 ，OK 啊，来，还有呢，我们在家的男生还是可以带三个兄弟一起去。走了，蹦迪蹦迪。别说你今天拍那个照片挺好的哈，你那个创意哈。对，而且我们花的时间很快，是吗？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来帮你敷一片含树红胶囊面膜。这个面膜是可以怎么样？它是有四重水光玻尿酸，能够轻松拍进我们肌肤深层，两片面膜就等于一整瓶红胶囊水，挺舒服的。再配合使用含树红胶囊水，滋润不黏腻，很舒服。树红胶现在在干嘛？他也打游戏呗。他们去唱 KTV 吧。哎，也可能打游戏、唱歌，放松放松呗。喝酒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很高兴认识几位哥哥。我想问你们仨啊，嗯，就是你们恋爱的状态和结婚之后的状态有区别吗？有区别吗？女生啊，真的是隐藏的都非常的好。恋爱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她是小绵羊，我可以把她一手掌控。六年之后，结婚了之后，她会越来越慢慢的，她不是一下子啊，她是慢慢紧逼你，一步一步突破你的原则和心理底线，就是慢慢的把我训练成为了一种习惯。就她就像一种训练师一样，就慢慢把你训练过来了。你们不都这样吗？我以前从来不穿豹纹，我也不穿那些布灵布灵的颜色，都是我老婆说，哎，你我家有好多布灵布灵的衣服。妈妈在中间，来 ，OK， 老公做一个星星。啊？够得着吗？那我中间不是像个电灯泡吗？这不是？你说买了这衣服你不穿吧，浪费。你后期你就尝试穿，穿着穿着穿着，你的尺度就变大了。尺度就变大。对，真的是这样的，我就变大。你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放在这儿啊，很漂亮的。这个好看的，这个豹纹也很好看啊，都很好看。对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真的是通过这些颜色让你打开了，打开你的眼界，你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颜色了。对，总比黑白会好吧？真的，我觉得这一点你应该感谢你老婆。就是可能很多男生不爱听，但是呢，我想说，总的来说，他是往好的方向去塑造我，就是比如说更照顾家，更愿意跟他去那种沟通。哎，我没夸过我老婆的吧，是吧？你夸一下嘛。我只夸我老婆一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妈以外，只有她能容忍得了我。她对我的这种包容是让我觉得我都想象不到的。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也说了一段话，我自己觉得爱情是有一个银行存钱的，你吵架的时候是在花钱，闹别扭的时候是在花钱，但平时你要怎么存钱？亲爱的你，我跟我太太也是这样，像我们单独相处，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晚上坐厨房，下个面啊，喝点酒，其实这些都是在存钱，而且我享受这种存钱的过程。那真的是你不可能没矛盾嘛？真的是有矛盾的时候，你才有钱花呀。要不然，回忆起来全是花钱，那都没存钱，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你也存了很多钱，要。几点了都？这玩这也太嗨了吧！2点了，还没有回来。
还不回来。很爱我老公，我觉得好的夫妻关系应该是能达到平衡的状态，就每个人都找到了平衡，其实大家就会都会比较舒服。哎，他怎么进来呀？他没有卡啊。查个门呗。我就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我们还有美好的回忆，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好。仲忍得住笑吓？哇！你成身酒嘅呀？系啊，我哋饮酒啊。唔好冻唔冻啊？我唔冻，室内嘅。系啊，系咪好开心啊？其实，毕竟我们认识了16年了，已经在一起，我们当然也承受过他们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我觉得时间。还有精力是最好的帮忙，真的要站在对方的角度里面多想一下，也不要太期待人家给你的反应。我今天唱一首歌，你知道我唱那种吗？你最喜欢，你最喜欢我唱的是红萝卜的歌吗？白萝卜的腿儿花心心。其实不是叫要求，只是说希望对方，像我想象中这样来爱我。其实我的恋爱观好像一直以来就这样，我爱你就好了，我喜欢你就好了，我管你喜欢不喜欢我，我管你爱不爱我。老妈，你就瘦脸吧，听你这个瘦脸。你真的脸会瘦？专瘦脸，好贵的这个。然后用嘴巴吸住。对，好，弄。对对对对对，那不用不用这样走，就是只对对这个。尝尝，进来啊！谢谢谢谢阿姨，谢谢，早啊早啊！哎，早好，好，来，进来进来，这会儿，就你这健身的，对，刚刚起来，然后我带我婆婆做一些热身，身材多好，这身材哦，没有没有，太棒了身材，有戏，而且你这个臀是翘臀，哦，要不我们勒起来，热热身，来，我也不会，我和他学的那是。来，俺给他学来，来，你怎么来？怎么来？你上那边，你上那边。Okay, 哎，我再切慢了、哎、，OK？ 来，给他学。热身，热身。阿姨，你几点起来啊？做那么多好吃的。哇，这个手是这样往上。对。你跳的还挺像样的。我不会，我也不会。他跳的好，你看看。哇哦 ！OK， 把我的手这里拉点那个脖子，对，呼吸的吧？对，呼吸。
脖子会长。行了行了行了，累了累了，不干了，来，坐下，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过来，好，好，坐下坐会儿，给你倒水了，坐会儿。哎呀，我都忘了你来了，我带的那个煎饼和大葱，给你拿的。不要，不要，不要，我上你家，我忘了。阿姨，你要不要贴我们的蹦蹦床啊？你这都自己带来的啊？对。哎呀，你心可真细啊！我老公帮我做的。哎呦，真的，你老公真好，你别说了。哎呦，老公多宝贝你哦，就像我们家姐姐一样的，疼老婆疼的嘞。是啊。哎呦，最好哎，整天捧着，就含在嘴里啊、哦，就这样，就这样。你的儿子真棒，很有耐心哦。哎呦，谢谢，这是。我看你哈，就是你特别好，你见你就你那么优雅，你真是有一个那个上海那个，上海真是那个那富人那样的那个派头，你看你。走起来，坐起来，我回来跟我儿媳妇说。妈，真的你要学习。哎，我真得学习这事儿呢。我不行，我就是粗犷型的，我就是。她这个体型穿旗袍很好。我特别喜欢旗袍。哎，对，你这个身材最好了。她这个身材，你媳妇这个身材，你挑一百个里面能挑出这一个都挑不出。是，她是腰是腰，腚是腚的。哎哎。屁股长得她是翘臀。翘臀很少，一千个里，我说一千个里是不是能找出一个翘臀的？对对对对，他这样特别好看。哎，对对，妈妈漂亮哦，她气质很好，她的脸型长得的吧？我妈年轻的时候比较瘦，她现在也漂亮。不是，你看哈，我一看电视上我这个形象，我就崩溃了，你知道吧？啊，那么大的脸，那么胖，好没有，她那个镜头近。啊，我走了，我去看看他们。他们昨天晚上因为睡得蛮晚的。行行，我们要等谢谢你的帮忙，那我就走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每天都想做运动可以来找我。好的好的好的，我会过来的啊。嗯，拜拜，谢谢，谢谢。他们家做了点那个啊，你还去他们家做饭啊？葱油饼、薄饼。钟丽缇她在运动，真的。完了，我就跟着她一块运动，一块运动。他们家真的好健康哦，是吧？嗯，从爱做运动、哎，运动真好。我们家就没有这个运动的氛围。对对，我们家有时间跟姐姐都懒得，有时间就躺，哇，一个躺对吧？一个打游戏对吧？你们两个对上了。嗯嗯，厨房还是太小了啊，施展不开是吧？嗯，爸爸，我好想你。我知道，我也想你。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你要过来抱抱我。嗯，来了。还要帮我掏耳朵。这怎么掏法？我觉得你这样，你搬个凳子坐到这儿，然后我这样，哇，这样就很完美，有没有？轻一点。你刚刚吓到我。这个东西怎么掏？你刚刚吓到我了。嗯，那就。嗯。你刚吓到我了，那就用你抱抱我。哇，这样就很完美。
脸上。不要，煮饭吧。什么都不做的，甩手掌柜呢。因为婆婆很会做，不需要他们做。婆婆可勤快了，啥都做。家务上的东西还是蔡少芬比较做得多，因为她结婚前跟结婚后其实改变很大很大。哎呦，这变化太大了！她原来什么都不收拾。It's a surprise, OK? You go to her house, it's a surprise. Yes. OK, go surprise her and enjoy your lunch. Thank you very much. 这个楼层好高，跟坐飞机一样的。家神奇的人我都聚齐了。宝宝，你是女生，你站起。一二三，五，大黑，大黑。哎呀，你以为你很红吗？你这是七十年代的明星啊！他那时候还一直在想着要把你介绍给另外一个闺蜜。家里有什么活需要我做的吗？弟，我来帮你们扫一遍吧。啊，你可以帮我洗衣服吗？可以，可以，可以。给我点菜。那个时候我很不开心哦，我妈下来啥都说。在婆子家你们也不做事，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是懒惰，因为婆子是很能干的。我没钱，怎么请客吃饭？妈没吃饭。哇哦，哇，第一次来啊！昨天记得吗？发生什么事吗？我的发型。第一届阿姨妈妈春晚正式开始，三位模特演绎了三种不同的感觉，让我们来感受。我走遍，你看看这一遍啊，咔咔咔！我找我媳妇在那儿，回来找不着媳妇了。她是不打算回来了吗？还等到几点呢？意思就是我们不去找她就不回来是吗？维系好的婆媳关系不易，拥有水光弹润的肌肤更难。不过不用担心，我有成功秘籍：含数红姜囊水，拍得进去的玻尿酸，水光美肌拍出来，婆媳秒变姐妹花。Salsa， 妈妈是女王，老婆是心肝，年年年出来，我是双面的胶带，准备好键盘，时刻在服软。谁还有个餐把弯腰还是强悍，哪一个我才模仿。哦，爸妈别吃甜辣，处处都是挑战，麻烦你带我过关。老婆老妈并列天下第一可爱，我三头六臂不肯怠慢，就算踩到隐形炸弹，背锅都要果断，双双时刻都加班。感谢关注各位单位婚育家庭杂志，登录新浪微博搜索我最爱的女人们，围观更多节目花絮。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闻娱乐新闻新闻，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网易娱乐，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平台苗头百科，感谢来电科技充电快不安全就用来电，感谢以下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一点资讯扎克尔盈利资讯，感谢以下特别合作平台中国美食绝景娱乐新宝宝风雪传媒搜索鱼丸，感谢以下媒体支持大定杂志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中新网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新闻网本丝网新浪湖南中国娱乐网三六零娱乐猫酷娱乐大虾网红网大众网。要帅，养出鱼尾纹，遮住好皮肤。停，妈，我们在岛上有时差的，现在是凌晨六点。难怪妈这么困呢。你们睡啊。